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殿下。近排好兴一个文字游戏叫 Wordle， 系啊，就系呢黄黄绿绿嘅格仔，玩咩噶？其实就系每日有一个题目，你需要喺有限次数内估到嗰个字出嚟，而你每次估嘅时候都会留低线索俾继续估落去。一个玩英文版，一个玩日文版，咁我作为广东话推广者，梗系玩广东话版啦。事不宜迟，开始同大家一起玩啦！咁个界面咧就系咁嘅样嘅，同英文版分别唔大。广东话版有分粤拼版同仓颉版。咁我依家玩嘅就系粤拼版啦，系由专门研究广东话嘅香港语言学家刘泽明博士制作嘅。多谢泽兄。玩法就系填五个粤拼字母，唔使填声调，喺六次机会内估到答案。答案可能系一只单字，亦都可能系一个词语。每估完一次，啲方格会变成唔同嘅颜色，作为你继续估落去嘅线索。第一个估咩好呢？个人认为揾冇多啲有助排除可能性。杯角，多咗一个字母，配。佩服，唔得，又多咗一个字母。培训都唔得啦。培生，唔系讲培生有乜鬼黐线？歌手得，歌手啦，试下第一个歌手啦。韵母 O A U 咁应该都系个几好嘅开始嚟嘅，试一试啦。啊，中咗哦！嗱，首先咧，绿色就代表你啱咗字同埋位置啦，而黄色就系有呢个字，但系位置错咗。咁睇呢度，我哋起码知道个哦音系啱啦，即系唔系歌，可能系波多科之类。咁你知道乌呢个音呢个韵母，咁佢唔摆喺最后。咁有機會擺嘅地方咧，就係 o 後面變成 o 呢個複韻母。咁下一個我諗我會試一個同 o 音有關嘅詞語啦，確定到 u 個位置就會再好估啲。好，可以試下 hou， 好試好試唔啦，個 s 音啊出咗好啲啊。有冇呢个字啊？佢有冇收录呢个字先？试下先，冇啊啫，冇呢个字喎。试下好似啊，头先就冇用到个 E 音，呢个韵母都系整得试嘅，好似啊，证明我推测啱咗啦。即个乌音咧，头先唔系摆最尾，咁原来佢同前面个字系组成一个 O 音，咁啊，起码我哋知 O 音啦。咁有咩系 O E 咧？我觉得都好接近个答案噶啦，应该就咁。如果我哋睇翻剩低落嚟嘅声母咧，其实都唔系好多啫。租嘅话咧，后面有冇字系拼 E 音啊？租早知，诶，早知可以一试喎，早知试试啊！啊，好近啊，好近啊！咩 O 字？答案應該都呼之欲出啦啩，雖然我呢刻未諗到啊。咁而家剩低仲用到嘅聲母咧，就係 T 聲母啦、D 聲母啦、F 聲母啦、J 聲母啦、K 聲母、L 聲母、P 聲母、B 聲母、N 聲母、M 聲母，喂咁多嘅，諗得咁多嘅喂。O 音逐個試下諗嘅話 ，T 音 ，to，to 之，to 之，to 之，如果唔係 T 聲母。试下 P 声母啊 ，po 之子之字子字都字图字 f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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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冇 F 啦 ，F 呢个声母可以排除。咁如果 J 声母 ，yo，J 声母都可以排除 ，K 声母都可以排除。卢之卢之双方，卢之会唔会咧？
係有呢個字，但係硬係覺得呢個字機會好似唔好大咁。勞資勞資，如果 B 聲母就報啊，個答案會唔會係報紙呢？我覺得機會都大，值得一試咯，完全係報紙。Yes, yeah, bingo, 報紙。係啦，咁個遊戲就係咁樣玩㗎啦，靠你對粵拼嘅熟悉呢，你可以好易咁推敲到個答案出嚟，試咗四次就試到啦。今次嘅答案係報紙啦，或者報紙啦，佢啱啱顯示。咁今日嘅介紹就到此為止啦。我突然覺得自己有啲似 gamer YouTuber，原来是这样的感觉，都挺好玩，是时候转型了。讲笑啫，如果想透过游戏认识粤拼，或者本身识粤拼想练习多一点，这个粤拼版 Wordle 可以说是非常之好，希望大家都一起挑战一下啦。 Link 就写在下面描述到。今集影片就先到这里，记得 Like, Share, Subscribe， 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。